我想喝你的牛。闭嘴！欢迎来到楚楚的频道，他是哈子喵。你知道我刚刚很害怕的开头就是。我前阵子大概一二三四个礼拜，到底多久？到底多久？反正就是之前跟朋友去东区地下街逛那种格子区之类的地方，然后就逛到一个我觉得很新奇的东西，它应该也蛮稀有的。真的吗？你等一下介绍我再跟你说为什么。好，介绍说它是改变牛奶口味的吸管，然后我觉得很神奇，所以我就买了两包，一包里面有六根，然后它卖100块。这个以前我小时候有，所以就是怀旧开箱吗？算是。虽然不是新奇开箱吗？不是，它是怀旧开箱。我不管，它就是新奇开箱，最任性。我们去准备牛奶吧。我得转过来啦。你不要一直看那个小萤幕，我就揍你。我会尽量，我尽量。因为我觉得那个上马赛克太麻烦了，所以我们倒完吧。倒完啦，我们倒完了六杯牛奶。我觉得这个超神奇的，因为他是说你用这个吸管喝，然后它就会变不同口味，然后就买回来开箱。乡巴佬，我不懂他的笑点，怎么办？我不懂他的笑点。我请了一个奇怪的朋友来跟我一起开箱。你终于发现请我是一个错误了吗？终于吗？那我们就打开它吧。你要不要来介绍它的口味？好。跟你们说，自己看，它超废的。你先从最上面的那个，我来帮你。这个，这个是有对焦吗？这个是 Okie Dokie Cookies and Milk， 是超难念的啦。Cookies and Cream 啊，它其实就是牛奶饼干。牛奶饼干，然后这个光看颜色就是草莓。草莓，我超喜欢草莓牛奶。这个是巧克力，这应该你们大家都看得懂 ，Coco 就是巧克力。然后再来是这个是香蕉口味的，香蕉口味。然后再来是薄荷巧克力口味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小时候没有薄荷巧克力，真的吗？嗯，小时候没有。你小时候没有薄荷巧克力啊？小时候真的没有薄荷巧克力的口味。小时候小时候就吃过薄荷巧克力了。我有吃过好吗？我是说没有喝过。我觉得它很难沟通。这个是澳洲的经典蜂蜜 ，Hokey Pokey Honeycomb。我要猜喽，你要先喝什么？最喜欢的草莓牛奶。我吃不到，对不起。它里面是什么？你有看到吗？它里面是一粒一粒的，吃过那种。我要用图片支援。它有一个挡住它的地方。哦，喝喝看吧。这声音蛮疗愈的，我要用这个喝。啊，你的没开。对啊，我打不开。废物朋友。我要喝喽。好，我用这个好了。哎，好好喝哦，我觉得超好喝的，还是因为我特别喜欢草莓牛奶。我觉得因为你喜欢草莓，它喝起来就是早餐店的那种玻璃罐，然后就是草莓牛奶的味道嘛。你喜欢喝起来什么榴莲吗？好好喝，天哪！你不要一次吸到底，你让它停在中间一会，然后你吸起来，它味道会比较浓。你先吸一半，然后你之后再把它吸起来。好好喝，味道很浓吗？我好喜欢哦，超好喝的啦！天哪，我这是买到极品。好好喝，天哪！我觉得草莓我给过哎，好赞哦！我喜欢草莓的味道，很香。我觉得它不会有那种香精很重的那种草莓味，这个完全不会，我觉得很赞。这个超好喝的啊，好意外哦。接下来是香蕉，香蕉很味，黄色的。我们喝喝看吗？我们喝喝看。香蕉我不喜欢，我蛮喜欢喝香蕉的。可以这杯给你喝。我对香蕉还好，可恶，第二根就是雷的。没有，它其他都不雷，就香蕉雷吗？就是香蕉，有些人的接受度本来就不是很比较高，我就是比较低的那一个。然后像韩国也有香蕉牛奶啊，它在韩国卖得很好，可是大多数是因为它的外包装很可爱。包装真的很重要的，就跟女生要化妆一样。对，我最近才学会这件事。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几乎不化妆。我不知道，我刚认识他，我几乎不化妆，然后到后面我被乔米骂都会翻掉。来换你选。哇，这个，这个是牛奶饼干。好。哦，我喜欢这个颜色，这个好香哦，我喜欢，我喜欢它。你喜欢它的味道，我喜欢它的颜色。我觉得这个我应该可以。来这边，我们喝喝看。好好喝哦，天哪！好喝哦，好好喝哦。虽然我不知道我喝了什么东西进去，我的，可是真的很好喝啊，我很喜欢。我想试试看。
看这个。这个吗？就是薄荷巧克力。其实薄荷巧克力，我觉得它做冰淇淋蛮好吃，但是它做其他甜点就很还好。蛮喜欢薄荷巧克力冰淇淋。哦，啊，也是，就是薄荷巧克力啊，有什么问题？啊、我打不开。哦，助手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我没有想要骂他的意思，来喝吧。它的味道、欸，味道就很薄荷。它会凉哎、欸。我感觉到了，我吞下去的第一口就感觉到了。它会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神奇哦！我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。那你应该要去那个 Costco。没有卡，没卡又没钱，吞下去，吞下去，不要想骗我。没、欸、有，我本来要强迫他们每支影片都要观看100次，你叫我吞下去，那我就吞下去吧。没有没有，讲出来，讲出来。然后它融掉之后，你会咬到一点点脆脆的那个。我没有咬到。那先看哪一个呢？给你选。好，我们先是经典的，这是安全的，就是巧克力牛奶。对，没有任何巧克力牛奶是难喝的吧？应该没有吧？我目前没有喝过，顶多味道很淡。可是那个薄荷还在凉哎。等一下会被这个盖过去，这味道很重。其实我说它味道真的很重，它是所有的牛奶棒里面味道最重的一个。这个巧克力牛奶。但它其实有点变色，你会发现它里面会有点巧克力的颜色，所以我才分六杯啊。好，这个味道我还好，嗯、没有到很爱。那你现在剩最后一个蜂蜜啊，我好像没有喝过蜂蜜牛奶的样子。哦，它是糖浆哎、欸，蜂糖哎、欸，哦，真的好甜哦，哇，它是蜂糖哎、欸，弟妹你一定会爱这个。好，我们来喝它吧。这个味道我觉得是全部里面算是最好闻的，你会一直想要去闻它的味道。真的真的，草莓还好。我觉得先喝喝看，我们话不要讲太早。第一名是换了，换了换了。第一名你会喜欢这个的，这是蜂糖的味道。蜂糖通常会很黏，而且味道会甜到你头痛或不舒服，但这个不会，这很刚好。我的天哪，怎么会想有在喝布丁的感觉？哎呦，少了那个酱，我觉得它可以取名叫布丁。真好。推荐大家去买这个口味，我还蛮喜欢的。这全部六种第一名就是蜂糖，蜂糖我好喜欢蜂糖哦，就是蜂糖，然后草莓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样差不多，这都差不多。我换一支蜂糖，然后就香蕉，然后再是草莓。你喜欢香蕉？对对对，我蛮喜欢香蕉的味道。我喜欢草莓。开箱开完啦，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买蜂糖，然后草莓。你们可以上网打牛奶吸管，应该就会有了。我上网查一下，就是关键逛街的时候看到，然后就觉得啊，这个好特别，想回来拍开箱。为了你们哦，我鼻音还是很重。你就感冒嘛，你知道他感冒，然后这几天一直在吃甜的。对啊，很崩溃，不是跟可以拍片，就是。对对对，它就叫牛奶吸管。你们只要上网查牛奶吸管，你们就可以找到各种口味。如果有好喝的，再推荐给我们。对，可以在下方留言那边告诉我。对对对对，我们要避开雷区。拜托你们了，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们了。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喜欢，然后重复看这部影片看十遍，乘以十，再乘以十，请救救我们，这是另类抖内的方式吗？对，然后如果你有什么特别口味的吸管，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，然后记得订阅哈子喵。好，就我的影片大多数也是生活类型的，但是之后可能会有花花教学。然后很久以前它是那种一盒装，然后就是一盒都同个口味。我没喝过，我没有童年。啊，我没有童年吗？干嘛？我小时候其实蛮喜欢喝牛奶的，因为我以为会变白。哎，是真的会啊。但结果我没有。没有，你本来就比人一般人还要白好吗？因为我在街上会看到那种就是真的全身都很白的女生，然后。那是基因问题，我觉得很漂亮，我很想要。你知道白人多希望要有你这种肤色吗？我不知道。是卡比耶，好可爱的，我超喜欢他的。他是不是上次那个去抽的时候抽到的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没有跟他一起抽到这个。好，你为什么要强迫他？对不到，算了，随便。他正因为霸凌摄影机，真的很烦。我还要帮他跟摄影机道歉，因为摄影机会对不到焦。爱你哦，摄影机。而且有发生过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跟他道完歉之后就对到焦了。
子的。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好。